兄弟姊妹，大家好，早起，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崇拜会，请大家陪伴我们的心，请大家起立来撒给台来读今天的宣调。今天的宣调是记载在诗篇第34篇第一到第五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伊的话必上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向被人听起就要喜乐。恁叫我同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伊的名。我请寻找求耶和华，伊就应允我，叫我脱离一切恐惧，凡仰望伊的并无光荣，因的面必未蒙羞。请大家阿斗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日咱搁一摆来到你宝座面前，静默祷告，是存着感恩赞美的心。咱感谢阿罗哩，从你的宝座顶，予咱丰丰富富的恩典。是你予咱明亮的目睭去感受这世界的万物，是你予咱力量，令咱无任何的惊去面对困难。从咱来到这世界顶，你就开始无条件予咱满满的爱，无条件的爱予咱满满的恩典。咱将今仔日的主日崇拜交托在你手中，请求你予咱聪明理智去领受你的话语。咱感谢阿罗哩。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咱今仔日的背诵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12章第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锁匙放伫伊肩头上，伊开无人会开，伊关无人会开。咱搁再读一遍。以赛亚书第12章第1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锁匙放在伊肩头上，伊开无人会开，伊关无人会开。刷落来，请听几项报告，请兄弟姊妹注意，咱下礼拜有每一个月头一礼拜的崇拜，咱教会有圣餐的仪式。请网顶的兄弟姊妹，按出来家己先准备饼干交葡萄汁。咱延次基督教会主日崇拜有两堂，头一堂是中文堂，时间是早起八点半开始；第二堂是英文堂，时间是十点开始。地点是伫延次恩惠学堂大礼堂。中英文讲道视频会按下午三点左右会传到 YouTube。每户咧参加早起的崇拜，可以按网顶下咧看回播。咱每拜日九点四十五分，咱有儿童教会。儿童教会的目的是利用囡仔灵识福音，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爱，到老了也袂偏离真理，同时也会。父母可以专心崇拜，参加大人的信仰侍奉，请兄弟姊妹鼓励出来小朋友来参加。地点是伫恩惠学堂大礼堂下底。感谢主，咱每拜三暗有英文祈祷会，时间是七点半开始。伫拜四暗，咱有中文祈祷会交闽南语查经班。中文祈祷会的时间是七点十五分到七点三十分，闽南语查经班的时间是暗暝七点半开始。第拜五暗，咱有国语的查经聚会，时间也是七点半开始，鼓励兄弟姊妹来参加。奉献是一种敬拜，也是对神的一种感恩。第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来到是安尼讲：各人要随本心所决定，唔通作人，唔通勉强，因为关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兄弟姊妹有意思奉献和教会，可以投入咱教会奉献上，
还是存在咱教会的银行账户叫 GCash 账户，账户按屏顶按屏幕上可以看得到。刷落来，请大家起立，咱撒格来唱诗歌敬拜咱的神。大家好，早起，欢喜有法通交恁撒格来敬拜咱的主。咱来撒格哦，献唱诗歌来赞美俄罗咱的上帝。你跟我走，望不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祝我跟你走，望不天下走，心引有骨紧紧跟你走。跟我走，望不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祝我跟你走，望不天下走，心有骨紧紧跟你走。你是万王之王，知足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走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抬起我的眼，信心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开启我的眼，信心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走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因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是啊，主，希望阮每一个人有法通继续搁较认捌你，继续甲你行，继续来跟地你。有啥物伫阮的心内，你拢强在。只有你伫阮的身边，阮拢免惊，因为伫你的疼内面，
阮龙天教无欠客，感谢主，你所护阮的恩典，阿门。咱来继续唱，咱刷落去一块歌，展开清晨的翅膀。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都比你的你。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都比你的面。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都比你的力。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都比你的面。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多谢多谢恩师歌团和咱欢好听的诗歌。咱刷落来是今仔日的讲道经文。咱今仔日讲道经文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六八章第十六到第二十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伊看去耶稣就拜伊。然后有人的疑惑，耶稣真嘴来对因讲：天上地下所有的官币都赐予我了，所以恁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予因施洗，凡我所吩咐恁的，
到教训现尽超，我哋常叫恁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咱今仔日嘅讲道题目是活出神嘅呼召。今仔日讲完是宣培雄牧师，我安只就简单介绍今仔日嘅讲完。宣培雄牧师在1997年完成工业工程师的学士，在2000年到2004年到新加坡神学院受神学装备。按2004年开始在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侍奉16年后，在2020年接受亚洲总会的委托，建立菲律宾训练网机构，接任为国家领导。在菲律宾国库成立训练中心，用训练网的教材装备更加多的牧师教团队。到这股全会有30几个训练中心，装备超过500个学生。刷落来的时间，咱交予今仔日讲完宣培雄牧师。兄弟姊妹平安。今天真感谢主这个机会到这来分享上帝话语。好，今天咱的题目是活出上帝的呼召。咱听起大使命的时阵呢，咱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好，这个物件真重要，因为这个是上帝交代一切军队伊的人，所以今天的信息的主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吼。耶稣委托伊的门徒，要求因着重生，命令因着服从，鼓励因着活靠伊，哈，来消除因的犹豫，哈，互因投入拯救世界的大使命，互万民做伊的门徒。记载哈，耶稣委托伊的门徒，哈，要求因重生。命令因服从，鼓励因活靠伊，消除因的犹豫，互因投入伫拯救全世界的大使命，哈，互万民做伊的门徒。所以咱的经文是咱常常三甲读的经文，咱会做读马太福音28:16-20，咱三甲读哈，用啥来读？哈，第16节开始。十八的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因见了耶稣就拜伊。哈，连里也有人游客。哈，耶稣入来对因讲：天顶地的所有的权柄，拢属乎我了。所以恁着去，乎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加因施洗，哈，凡我所吩咐恁的，拢教训因遵守。我就常常甲恁三甲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咱平常听起的大使命的经文，但是咱心内着怎反应呢？哈？咱逐日常常会做十个决定，但是有十个决定呢，真正重要。Next slide 个，哈，重要啊！到伊个啊，予咱啊拄着成功还是失败？比如咱要选择咱个啊工作，哈，有个工作是无合咱个，所以咱个失败。工作呢啊，拄啊好是咱合咱个，咱就会。成功选择咱的车主，还是丈夫，还是上款，还是咱要住咧菲律宾，还是去移民，遮多真多的决定哦，是有成败佮成败的风险啦，哈。所以每一个住的决定咯，风险就愈来愈大，哈。亲像我。知影我成年的时代时阵，我要侍奉主，但是虽然安尼，我继续
关工业工程哈，读五年，最读四年，干那着读五年，所以有风险哈。是毋是用力？是毋是袂用力？但是现在拄啊好，上帝给我的工作是帮赞教会哈，向基教会做 church consultant。但是我工业工程是 business consultant， 所以拄啊好伫上帝内面。伊就安尼配合不进，好些。但是迄卖咧读嘅时阵，真少风险可能五年嘅读册，伫遐就无当用，无用起来。但是咱做跩决定嘅时阵，第一重要嘅是，你愿意赢过跩风险去做迄个决定吗？哈，咱若无迄个胆量，哈，去面对嘅时阵，咱就伫遐三心两意，袂做出。袂做出个决定呢，咱就伫遐要求挂意，无袂停袂动哈。听候真侪时间，然后咱伫遐放弃真侪个机会，哈。但是咱着明白，无一个人啊是无啊无一个人哦，伫遐无风险个价值啦，哈。无一个人无风险个价值。因为advance back a little, sorry, reverse yen. Okay, back, yes. I'm still here, sorry. But si gebo hong hiam din siyang la, but si gebo hong hiam din siyang. In kong tibi ko ko di etsuete hia chong di pang lai bin e huay tanga kay kam kam le. Tan si yu guan.O di sini, kita kuai tiok Venetian belai ne esok di sini susung, ha. Jom cik kang di dia cheng ebin, tapi cik cuy lang asik kita kuai tiok cua kita kuai tiok sakit emergency. So ikong aku bo Hong Hiam esiang wa kumpun si cige bo ihai ko bo ihai tai ji ya, bo Hong Hiam esiang bing, si ke cuan suo ah, ha si.好听呢，哈、啊。OK， 我记得三个时阵，要去 Turkey 赴一个国际会时阵，阮唔在会接到买 visa， 哈、啊。因为伫website 伊讲哦，你把啦20块美金，你有法当退掉 e visa， 但是个是那 US visa， 伊无安尼讲过，所以即。通常这个 visa 要两个月才出来 ，express 三礼拜到四礼拜哈 ，so one month 一个月，阮就要出国了哈。这个 visa 呢，$255美金，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买个机票，才有法通 apply visa， 了你唔知会出来，还是未出来？是毋是要买个机票，要 apply 个 visa？ 啊，就认真个祈祷，但是感谢主，两礼拜 visa 出来，啊，才有法通去遐个所在去参观啊，保罗个啊，怀所建立个教会，感谢主。但是就是有一个风险，你愿意面对，你愿意赢个，还是无？亲像大树病。哈，风险真大，因为这个是大工程。但是耶稣爱咱活着，是要付出代价的唯一来活。哈，付出代价的唯一来活。哈，什么意思呢 ？OK， 你要做什么款的运动，是你的决定。你要做一个拍拼的运动。团福音的人，伫遐抢救灵魂的人，也是就是拜日来礼拜，哈，欢喜来听到，但是无伫遐积极会做主的工。所以咱爱问家己，咱爱做什么款的门徒？好啊，伫圣经内面，基督徒甲门徒
是上一个称呼哈，因为伫隆重的怀啊福音甲所读行段根本无讲基督徒这个字，隆重是讲门徒哈，到安德教会则有讲这个字 Christian， 所以伫圣经的观点内面，门徒甲信徒根本是一个。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就做伊所教信的，做伊所交代的人，做一个付出代价的基督徒。哦，咱知影咱三年伫这个疫情内面，哈，关咧厝内，无通出来。真多代志无通创，也无法通去运，也无法逐间做工。真多代志就是伫遐慢慢啊，真艰苦的过日子哈。但是问题伫一跨人地咱的生活，一些毋是也是跨人地咱的灵命，甲咱对主的热情。哈，咱出来礼拜了，但是咱的热情有出来无？咱对上帝的听。有家在发起来无？还是以后我伫遐哈，关咧出来，关咧迄个啊环境哈，无通伫遐积极为主。这个就是怀文多，哈 ，next slide， 这个就是怀文多的心境啦，是咪？为什么呢？因为十一的文多啊，迄个十一的文多，因经历了真忧伤。真艰苦的啊路程，才到这个时间个，所以咱爱去看迄个经文哦。第十六节安尼讲 ，next slide。没人把第十六节 OK， 咱来撒个读啊，读出来哈，撒个读。十一的门徒因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约定的。山顶，因见了耶稣就拜伊，连里有无人有遐哈？耶稣入来对因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予我了，已经赐予我了。那看见耶稣国外时阵，亲像跩门徒哈，所做隆重时尊敬。伊所讲的，但是有一个物件咱要注意。头一个，伫遮咱看到，因伫遐伫约定的山，伫遐 present， 因到遐去，所以因有听耶稣所吩咐的 ，OK， 真好啊。第二，因知影命令因的是耶稣，所以因知影是这个救主来叫因到遐去的。但是伊讲，连你。也有人犹豫、犹豫、艰苦、伤心，哈？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其实因早期已经将因的生命交予耶稣的手中。因跟耶稣讲：“阮要跟随你。”隆重的人离开，阮也是要跟随你，哈？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天主，哈？因将因隆重的啊。盼望交在伊的手中，哈。然后因看到耶稣真成功的赶鬼，哈，真成功的医治患病的人，真成功的伫遐做伊的工作。但是忽然间，哈，发生跩啊黑暗的代志了，哈，就是耶稣受的，哈，因的最好的朋友伫遐就面对死亡甲逼迫。哦，因开始为家己的生命惊吼，因就伫遐逃跑，吼。耶稣伫遐经过真严重的审判，吼，受伤、受逼迫，然后死伫迄个十字架下。所以，你若是怀问题时阵，你的心境一定是真忧伤，吼，无盼望的，吼。可能因已经感觉吼。就是因的信心、疼、盼望，也是死在迄个十字架顶。所以，因要到这的时阵，
刚好相信，那要难恩，要信啊，无要信，哈、啊，是毋是？会继续发生遮代志，所以因就惊，哈、啊。所以到了徛伫遐的时阵，因犹原，哈、啊，有什么呀？疑惑，哈、啊，犹豫，哈、啊，因无相信，刚好相信。所以咱也是相反，哈，咱经历着真多的试炼，甲无好的代志的时阵，刚好的代志的时阵，是毋是会压咱的热情，哈？所以兄弟姊妹，啊，咱就是伫遐家己啊，省察家己的心，咱有关热情的追求上帝吗？有还是无个？对教会工作呢，咱有关热情吗？还是咱已经无迄款的热情了？哈、啊，对失丧的灵魂，咱一款的热情吗？对文训的工作，咱有热情无？咱有伫遐继续的伫啊前线而战哈、啊，咱就是伫遐努力的去冲，所以。耶稣就讲遮话，帮助伊搁加再刚强起来，哈。所以咱爱加再安尼讲，告诉因，要求因着重生。That's the first， 喏。第二，伊啊叫因着服从。第三，因交代因着话可以，哈。咱加再一个一个来看。所以第一，耶稣鼓励因。对，第一问啊，耶稣要求咱的忠诚、忠诚啊，要求咱的忠诚啊。什么是宣誓？咱的效忠在这个国家，什么意思？就是咱讲咱会听咱的国家教示，咱的从咱的本分为着这个国家吼，所以咱是效忠之士。耶稣也是要求咱对伊的大使命有一款的忠诚，哈。所以恁若无忠诚的时阵，哈，圣经看伊做你是背叛，哈，背叛，还是不忠不忠，哈 ，infidelity， 那 adultery。That's how the Bible 啊，迄个是咱的圣经的观点。但是咱做人已经是真啊，未晓伫遐微信啊，做的工作咯。基督徒也是有阵啊会安尼个，因为咱拄着问题时阵，咱都真紧的回心，未记得耶稣所教呼咱的。咱来读咱的圣经的第十八节。所以因为因有遐个时阵，耶稣就讲伊讲，咱来三个读。耶稣入来入进来，对因讲天顶地的所有的官兵，拢属乎我了。好，你若有伊遐个时阵，你听到这个话的时阵，你会想什么？天顶地的隆重的官兵。已经归乎我了，就是因咧讲，我是至乖的官兵，恁要听啊，无要听，应该着听。所以伫遐就是，那伊是至乖官兵，因就伫遐着学习忠心遵行伊所吩咐的，或因为伊用。有的是完全的官兵，是创造这些官兵，是宇宙万民所有的官兵拢放伫耶稣的手中。所以明白，因若无听这个完全的官兵的时阵，应该是对家己也是无好，哈。迄个是背叛，迄个是不尽不忠的行为。啊，有一个建筑学家，伊个名作 Kenneth Galbraith，OK，
在一九空空年的时阵，真侪国家的领袖会请教伊世界经济代志，经济代志个。所以有一日，伊的管家 Emily 哈，伊就交代伊，我需要休困，即几日我真正闲，上下卡拢无要好因，叫请我需要休息，哈。所以 Emily 就真欢喜地讲：“哦，主人，我会替你办好事。”但是，一困一点钟以后，城市就有人打电话。Lyndon Johnson 是迄卖美国的总统。哈，伊讲 Emily 讲：“你叫伊起来，真重要。你讲总统来叫伊起来，挂紧。”所以 Emily 回答是安尼啦：“啊，亲爱的总统，啊，你唔是我的头家。”伊只是，所以我会做伊交代的，我袂做伊所交代，伊就帮讲迄个电话靠落去，哈，我真怕等啊！这个 Emily， 哈，然后四小时之后，这个经济学家起来时就卡好总统，这个总统直直笑啊！伊讲我真欢喜你的管家，你会做啊，好我。Recruit key White House 做我的管家么？因为伊知影伊的主人是真罪，所以这个耶稣咧挑战伊的问道：恁的主人是真罪？今仔日也是同款，耶稣计在咧问人：你的主人是真罪？是唔是？天顶对的掌管一切权柄的救主耶稣，那是为什么咱无咧照伊的话去行呢？啊，是毋是伊是拯救你的？是毋是伊是你的主人？咱明白伊是咱生命真正的主吗？所以耶稣委托伊的门徒的时阵。伊要求因重生，要求因重生，哈！因为因着停止怀疑、犹豫、甲挂虑，伫遐开始去工作，去恩万民，哈！做主的门徒传福音。那有人伫遐感觉做基督徒是啊，因为伊着。退掉十下利益的，落到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耶稣对伊讲安尼：，恁行路的时阵，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去到落，我要跟随你。耶稣讲：，何地有洞？哈，天公的白鸟有兽，只有人子无啊，枕头的所在。哈，意思什么？跟随耶稣无容易啊，无容易哈。怀要跟随耶稣，因为无代志做呢，感觉啊，我真呀，我爱跟随耶稣，伊安尼讲啊，第五十九节，佮一个人讲跟随我的人，哈，啊，伊对一个人讲你跟随我，迄个人讲主用我先去埋葬我的老爸，耶稣就讲临兵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一道，哈，这个是重要的个。了怀有自己的ambitions 个，怀不得呀，所但是有自己的志愿甲目标的人，伊就安尼讲，第六十一节，我要，哈，迄个人讲，主我要甲你去，但是用我甲我的出来的人三事，耶稣就讲，哈。啊！处罚着离乡、休看的，无配入上帝的国，哈、啊！无配入上帝的国。所以根本听候重生的生活是无容易、无简单的。但是有缘，咱着超低的风险，付出代价的为主来活。所以呢？中生的基督徒应该有健康的灵命，
你像我总惊主的道，你若无甲主亲近呢，所以咱着伫主内面，咱也是着伫主的话内面。所以这个就是主的伊的门道，甲主的关系，是健康的。所以咱随问咱家己，咱的灵修生活健康吗？基督生活健康吗？咱是唔是有日日挖苦心灵一段呀？这个就是头一个，的回应。咱头一个的回应，既然上帝耶稣就是迄个官兵，我爱来亲近伊，因为你无法当对一个你无唔捌的人，无认捌的人忠心。第二呢？耶稣也是命令咱要服从，服从啊 ，to be obedient， 接任完成大使命的工作。所以耶稣伫遐开始予因明白什么是大使命。你那是不得接在立职的时阵 ，you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你有一个物件是你的。benefits， 但是有一个物件是你的责任，无法通隆重的好处你退去，但是无你袂无负责任吗？所以咱着巴拉西，咱着照巴拉，咱照法通伫一个所在徛起做生理，有伊的 give and take， 你有你的收甲收，但是你也是着付出代价负责任，但是你若无照来的时阵呢？当然你的修法，修法。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对咱的交代个什么啊？咱看撒迦看第十八节啊，十九节啊，来撒迦读。所以恁要去，呼万民做我的门徒，奉拜敬圣灵的名，甲伊施洗，凡我所吩咐恁的，拢教训因。遵守，这个里面经文里面有四个动词 action word， key go， make disciples， 修门徒，了第三个是 baptizing， 洗水，第四是 teach to obey， 教训因，这个有四个动词，四个 verb， 但是。这个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命令 imperative 命令 make disciples 加人受罪门徒，这是一个命令。三个动词是受门徒的步骤，去传福音，it's a participle， 英文是 called participle or going，你到到了去的意思，你就传福音，帮助人信主。信主了，甲伊是说，时阵是，你伫遐栽培迄个人，变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然后就是训练伊，教训伊做一个门徒，所以这个就是三步做 ：win、build、equip。就是传福音，栽培信徒，装备主的工人，这个就是大使命的意思。但是伊讲，咱要服从照做，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对因创的。第三年里面，伊讲因掠来。慢慢会帮助因真多一个修装备的工人。Okay， 所以咱就是是毋是有伫遐继续对摩托有做工？那无咱就开始，因为这个是咱的服从的生命。咱是毋是有伫遐咧栽培别的信徒，还是甲别的信徒做 accountability 和监督的工作？第三，咱是毋是有装备，别个人来侍奉主？这三项
福种，这个是每基督徒得创的，啊，无论大小，只要你是一步比迄个人较头先，你有法当帮助伊，啊，帮助伊。所以咱着真多耶稣所啊期望的工人，哈，工人 ，OK。所以，那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教会，无伫遐活出大使命的步骤。哦，这个是什么款的基督徒，还是什么款的教会呢？也就是无完全的投入伫耶稣的教导内面。啊，因为大使命是对咱的信仰是伊的。一个中心的工作，但是伊毋是中心的 motivation， 啊，中心的啊是大改变，要听主听人，啊，这个就是大诫命个 great commandment， 啊，这个是咱的中心，但是咱的迄个中心的出口就是恩人受罪。文道来服从耶稣，哈！伊要求因忠心，因是至高的官兵，伊命令因着服从，哈！从伊所交代伊的，加万民受罪伊的文道。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14:21安尼讲：有了我命令的，可遵守的，这人是听我的。听我的人，的确让我的父听，我要听伊，并且让伊显现。啊，英文咱有 5 love languages， 因讲 God's love language is obedience。哦，咱若要爱知影上帝，我听你，咱着就伫服从尊敬伊所交付的。Okay? 所以迄个六个门徒伫遐。到了耶稣国外时阵，未升天的时阵，忽然间彼得带六个人去伫遐钓鱼。耶稣已经活了，但是忽然间这个人彼得，哈，带六个人去钓鱼，是毋是真好笑？所以耶稣伫遐加载甲伊，啊，惊神掠，互伊掠真侪鱼，加载。让他看到他头一次受好掉做工人的时候，啊，得人如得鱼，啊，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心境，啊，所以耶稣需要让他们惊醒，啊，起起来，所以问彼得，你有听我吗？头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我彼得哭出来，因为他知道实在是无够热，听耶稣，这个是耶稣国话未升天的中间所发生的，哈，跩门徒在是啊，伊有未热哈，有啊有门徒有啊犹豫啦哈，所以，咱讲，咱的啊福种就是着去。创文训的工作，做文道，甲耶稣亲近；第二，修文道，哈，传福音，造就人，训练人。咱若袂晓 ，OK， 咱请咱的牧师团队训练咱，帮助咱一步一步来，哈，如何如何。Okay. 第六尾，啊，耶稣鼓励因，就会晓得来话可以。话可以，因为培正门徒的工作，让全世界行了福音的工作，是大工程，是哪家个一个人无法通创的，哈、啊。但是伊伫遐提醒因，伊会甲因三甲伫咧。咱也侪人真爱这个啊，诗篇第十三篇是这个各样人。甲样上帝甲咱的关系的形容，
我们通完全的外靠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特确无比较欠缺。所以耶稣 next slide 会供应咱一切的需要，无惊。外靠伊，伊讲伊乎我躲伫青草地顶，带我通到安息的准备。吼，伊是保守咱的主，更新咱的主。伊乎我的灵所想，带我哈，甲啊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虽然我伫是因为有国也无惊拄着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关，你的关拢安慰我。所以是咱的救赎，也是咱的保守，也是咱的同在。吼，伫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然后也是咱的平安，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带着我，我却要伫点滴也好坏点着直到永远。是的，耶稣对咱是高洁的，伊是咱的供应，伊是咱的保守，伊是咱的救赎，伊是咱的同在，伊是咱的平安。咱免惊，哈，咱着信，我可以。所以要惊多的时阵，咱有一个可靠的主，哈，为咱开路，圣灵甲咱三甲同在。因为这个就是咱的主耶稣，也是咱的心灵的牧者，所以咱就无惊，咱只有听候尊敬敬拜阿罗伊。有一个无神论者，可以讲伊对无神论真正无啊满意啊？为什么呢？啊，有一个啊青年人伊跟牧师讲啦，我是一个不满的、不满意的无神论者，哈。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开始咧想要做基督徒，哈。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啦。因为无这个无神论者，哈，在历史内面有最大代志来祝福人。There's no atheist that ever did great things to change the world, 哈。但是你若看基督徒，啊 ，Peter Clavel， Columbia， 哈，伊拯救怀罗勒，伊个迄底下创马蜂医诶 ED 诶病处，哈 ，William Wilberforce， 对吧？伊底下啊 ，They went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伊底下停止咧卖罗啊奴罗勒诶啊诶怀。啊，代志哦 ，William Booth、George Mueller， 因听双雄人来跩名，一个到，即因为因敬爱因的基督，放舍生命，哈，伫遐付出代价，造就万民，所以咱会记得因的名。但是伫无神论家中间，无即款的人，所以讲我是不满的。无神论者，所以我要信主了，我要信主了。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信徒、门徒的形象。好，意思这个人是着底下忠心地大使命，伊底下服从耶稣的吩咐，底下会晓得挖苦主离行。OK， 所以这个就是。咱要活出的，虽然无容易，但是主愿意甲咱同行。第十年以后，你是毋是会做出哈改变别人生命的一个行动 ？What will your impact be for the gospel 10 years after？ 哈，咱今仔。就要做出迄款的决定，因为咱的耶稣委托咱加万民，哈，受做门徒的时阵，伊要求咱的忠心，伊命令咱的服从，伊鼓励咱的瓦靠，哈。
伊就会接着咱完成伊的使命。Okay. 所以咱的回应就是，咱要敬拜主，敬拜全心全意，敬拜伊是主，俯伏伫个面前，予伊用咱做伊世界个光，做伊世界个盐。所以到最后，咱就是爱思想。Next slide， 啊 ，next，sorry， 咱那是继续伫咱个啊 ，quarantine，spiritual quarantine， 属灵个迄个 lockdown。起来吧，快点出来！无你来教会，恁挖来咯，哈，赶紧挖来咯，该再来崇拜咯，唔当得等咯。伫教会内面兄弟姊妹，咱开始做工咯，亲近主，做主的工作，哈，用向前走，哈，往前行，哈，因为咱要做出大风险的一个决定。是不唔是？伫大使命当中有真大嘅贡献，这个就是咱今仔日要做嘅决定。耶稣讲，伊是天顶对嘅完全嘅官兵，伊是咱心灵嘅牧者，伊会照顾咱，伊会帮助咱，会甲咱撒到地里到世界嘅末了，伊就是爱咱伫遐活出丰盛的生命，就是发家子的生命，就是受温度的生命。你愿意啊不？你肯唔肯？啊，咱来撒个回应主。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阮到食的时阵，加在温习大使命的时阵，阮实在真多欠缺。但是主，你有缘听阮，你有缘护召阮，你不但为阮受洗，予阮新的生命，你也是予阮新的方向、新的目标，要安静来啊听候你。所以主，你帮助阮忧伤的心灵，搁起来，有你的喜乐，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力量伫遐啊，帮助阮出去。啊！帮助阮，家人是衰帮助阮，伫遐教训人，尊敬你命令，甲世间的人，哈、啊，挑战因做主的门徒，基督是靠耶稣的性命祈求，阿门。请咱大家起立，咱过一卖三合唱，咱的回应时。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都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都比你的力。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一臂也到我，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来结束，来用我阿头来祈祷。谢谢中央，真正感谢你，今仔早起给我真好的机会，我通来到教会，甲遐的姊妹撒开来聆听你圣经的话语。所感謝你，你繼續用你的博靈所奉獻的信息，我通直接來供應勇氣我屬靈生命的需要。總我也更感謝你，今仔接到你的信息，在這個所在來挑戰我，讓我會曉得回到你聖經的基礎，會曉得在這裡來跟著你，我有這個忠誠的心，在這裡來順服你，來依靠你，因為你是那一天呼召我们的主，你是那一天供应我们的主，因为你是那一天提醒我们要来依靠你的主。我们继续为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姐妹来祈祷，帮助我们会在这个所在安静放慢我们的脚步，会在来走出我们自己的困境，大胆的来仰望我们这一位呼召我们的主。我们也继续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盼望大使命今天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重新思想，让我们重新来出发，让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自己。感谢诸位恩典，接受来帮助，用你的话语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来带领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诸位恩典，我接受为着我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总共怎样，我无相款的兄弟姊妹有无相的需要，做特别的有需要的中间，求主你亲自在那个所在来引带带领，特别在那个所在来供应我的需要。我这个特别为着丹尼尔来祈祷，做伊一个伫台湾的所在，求主你来帮助伊，和一生有聪明智慧，会晓怎样伫遐来帮助这个小朋友，也是帮助这个爸母，继续有信心伫遐来挖苦你。徛伫你面前的兄弟姊妹，恁怎样讲每一个人的需要？有可能讲无法能解决家己的问题，但是讲有一位无所不能的主。您感恩撒加地嘞，感谢主的恩典。我今仔早起的崇拜就到这，但是求主你引无止束的圣灵，在我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底下来引带带领，和我的脚步有当行到平安的路顶。我继续为着第二堂的聚会，勇猛地做手中，继续使用你的柏林来传讲你圣经的真理，底下来挑战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和我会晓底下来听你，底下来跟随你。感谢主，今仔是安息日，但愿我每一个人会晓得尊你的名为大，但愿你的名在我教会中得到第一位的高举。感谢主，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但愿天父上帝的听堂，
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上帝的圣灵撒加地嘞，对大地到永远。阿门，阿门。